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大海退潮了，我又来赶海了，看看今天有什么收获。Let's go！ 快看看看，发现了一个龙尾鱼啊！我看看，看看后面这龙的尾巴鱼啊！哇，龙尾，看看这大头，哇，看看龙尾，收了啊，收了。这个做汤红烧特别好吃，快看快看啊！一只石头蟹，躲在你躲在里面我就看不到你了吗？啊，躲到里面我就看不到你了吗？哎，走，跟我走啊！好，收了收了，我远远的就看到一个露着的红头，哇，这是红头鱼啊，我们这边叫红头鱼。哇哇，你是被冻僵了吗？哇，太吓人了啊！我们把它收了，这个鱼肉挺好吃的啊，收了它。啊，快看快看，发现了一个美丽的贝壳啊，扇贝。我们看一看啊，哇，太漂亮，金黄色的扇贝啊。快看快看啊，又发现了一个在蠕动的海五星，看看，还在爬哦。哇，我们看看它的触足。看看，都是活的啊！好了，收了收了，把这个送给我点赞的朋友们。